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塌方点之一，别看我们之前走过来的路比较平坦，我们这些路基全部是打在冰川上面的。我们这个地方塌方，就是因为这个冰川融化之后，路基塌陷，然后造成这个塌方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慢点啊！再坚持一下啊，我们马上就到群众终点了。以前头发发际线至少在这儿嘛，结果现在不但发际线往后移，头顶上的头发也在掉。他们都在跟我讲，他们说我等我这样干完三四期就是这么个造型。我现在在这里守着，这就是我现在最想干的事情了。我守得了一天算一天，守得了一个月算一个月，守得了一年算一年，能守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大侠梦。那个时候写作文，那个时候我就写着我要当个大侠，结果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至少为国为民四个字还是能够上那么一点点，那么一点点就够了。